见过129集《封印蚩尤马》，这是万众瞩目的一次挑战。风少也即将成为梦幻历史第一人。这是由风少129大唐带队，并且浩文担任指挥来挑战蚩尤。由于此进程拿下207届武神坛冠军，作为参与报名之一的129级大唐，也有资格参与夺冠后的封印。如果挑战成功，就会打破20年以来的记录，成为首个成功封印蚩尤的天科大唐。可见129大唐的输出毫不逊色。要知道此大唐的伤害高达3200，各方面属性也是相当亮眼。在第二阶段，化生四出手渡劫保护一只6技能谛听，在强力输出面前，可见仅释放5个技能就带走蚩尤。19个回合顺利封印，恭喜风少的129级大唐，这次挑战直接载入梦幻史册，也恭喜浩文圆梦成功，指挥豪门封印蚩尤。